这是我在 Costco 买的花椰菜泥，那全年也有，只是 Costco 好像更划算一点。那今天是礼拜日的晚上，想说就自己做，随便煮一下。花椰菜泥，然后顺便炒明天午餐。蛮高的，三十一八是该买什么都没。它里面有四包。虾仁。来吃生菜喽！嗯，好吃哎，完全没有罪恶感。然后一定要加酱油，因为我刚刚买家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股很浓的花椰菜味。如果你想要掩盖它的花椰菜味的话，你或许就要加一些酱料。让 David 来吃吃看，你要吃这边啊？那边我有炒胡椒。怎样？好吃吗？不像真的饭啦，可是还是粒粒分明。咬起来口感不像真的饭。可是你觉得是好吃的吗？味道是 OK 的啊，只是那是第一口进去，就整个菜味就跑出来，你就知道那个不是饭，但是外表看起来蛮像饭。可是应该蛮好吃的吧？算好，这还不错啊。所以如果你是讨厌菜味，可能就不适合花椰菜饭。这个是在 Costco 购买的甜菜根，那它是一大盒299，然后它可以放在常温。再是生菜，还没。今天要来试打那个绿拿铁，刚好朋友送我这个。好，我把蓝莓，然后生菜都洗好了。哇哦，甜菜根，一脸不喜欢，我觉得还不错喝啊。
拜。